各位同学大家早，射箭这里要什么有什么，尽管开口了。校长要拆掉对面那间男宿，你们同意吗？同意。女宿四鸡，四只鸡啊，这里脏得跟鸡舍一样。你们有看见脏乱吗？没有。给我放。你们男生用大招下载 MP3 然后叫警察抓，对不对？不可以这样子啊。如果男宿可以照着我的意思来盖的话，你愿意跟我一辈子吗？你觉得家人的定义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现在的他为了要见你一面要付出多大的努力？你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忘记我，我去哪里了？你去哪里了？人总是在出社会之后才开始怀念当学生时的美好。直到一个小时之前，我还因为自己的弱小而沮丧。不过现在我知道，我并不孤单。所以你现在还要继续和女宿作对吗？如果你们愿意奉陪的话。